新婚之旅明年阿 Kira 抵台北，尤其 Day One 很幸福。何时要停工？展开生子计划。哎，历经117一起幸福的超难忘世纪婚礼后，志玲姐姐和阿 Kira 姐夫离开金鹰酒店，准备搭高铁北上。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't forget。志玲姐姐当人妻的心情可以分享一下吗？没错，这双手牵得越紧越好，越高调越好，相信全台湾人都会衷心祝福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恭喜恭喜。姐姐的高人气真的不是没有原因，她连离开都不忘和南部乡亲 say goodbye， 然后顺便再放一次闪。终于回到台北，呵呵，又是一个放闪的节奏。姐姐最后有个请求，希望大家帮她集气，让她快点当妈妈哦。娱乐动新闻，祝福姐姐姐夫早日得子，报道。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，属于你自己的媒体苹果新闻网。